好，没人就继续，好，还在台东啊，在台东还是看 Netflix 啊，在看电视跟其实新闻想别的事情，在看海洋纪录片，脑波好低哦。好，我们上一趴有提到你们制作那个节目都是以游戏为主的漫才嘛，嗯，那一定有很多就是弯弯觉得哇。不太行，太多了，太多了，对，真的会有，就是失败的游戏，就是不有趣，可能实际执行觉得不有趣，其实也不是不有趣，很多种原因，或是意外太多的也有这种，就是执行起来说，这个如果发生这样意外就糟糕了呢，这样不好还不好，对啊，你所谓的意外是真的有危险的意外，还是容易延上的之类的，对，或容易觉得有议题上会有哦的这种感觉，但你们会蛮怕延上的吗？就是蛮怕，就是我蛮不喜欢这件事情的，就是对啊，哦，对啦，是你不喜欢哦，我蛮不喜欢的啊，那你还没有，应该没有人喜欢吧？你还没有过台哥那，我就已经这样子，我还喜欢，我会这样子，我就会直接进的，你过来啊，哎，帮我们截这一段好不好？没有这段了，刚刚那段而已，刚刚那段，你过来啊，还给我自断手指，你留下自断手指好不好？那总之有很多一些失败的游戏，的确像阿达刚刚说的，当然也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是台日合作交流，对对对，所以我们终究有一组其实是日本人的漫才，你总不能要求人家流畅的一直讲中文吧？是啦是啦，其实他们中文已经很不错了，他们甚至就用中文讲段子，但是有时候即兴的你要他们去延展一些很长篇的话题，其实是困难的嘛，所以有时候我们语言相关的游戏真的比较困难一点，执行上，这是一部分。像有一些类型是啊，觉得语言量太重了，但也不见完全都是因为这个，就是也有像是因为说比如说啊，有一些环节的变动因素太多，导致我们没有办法去顾及，或者是太多人一起玩的时候，整个场面很混乱，没有焦点。对，玩的时候大家玩的时候很开心，那我们想从旁边看的时候。应该不知道我们在干嘛吧？就有这种就自嗨太多了，对，也有可能就太奇怪了，真的不知道在干嘛。但对我们来说，真的太耻了，所以我们笑得很开心。那时候都是三更半夜，大人工弄五个小时、六个小时之后，然后做这个游戏的时候，所有人笑半晌，想这个不行，这个不行，超浪费自己生命的。你们好浪费时间的，超浪费。我们这是一路试很多游戏，然后四五个小时之后，到最后大家已经有点疯掉了，然后晚上十一点多。12点的在那边试弄很奇怪的动作游戏，对，但总之最后结论不行，真的不行，还是删掉好了。这样有的时候真的可能已经弄太久，头都有点晕了，对对对，就找不到方向在哪里的那种感觉。哇塞，很驚欸。所以我们今天是不是要来玩一下？啊，现在吗？失败的吗？失败的吗？现在玩失败，在别人节目失败就不怕了，是不是？没有，可以试试看吧。没有，我们等一下失败，我们都很严肃，我们等一下。好笑吗？好过分！现在讨论这个议题好笑吗？我都好，真的好笑吗？啊，我都很捧场。我们欢迎台哥进来。我至少会给一个刚刚不失礼貌的微笑啊。对对，我们就要开到底啊，好笑吗？真好笑吗？我们问台哥好笑吗？台哥可能会觉得说，台哥怎么样？好笑吗？怎么样？一直消费我好笑吗？啊，是不是？前面讲你是他啊？你们是什么？什么？有你在，我安心呢。你们是什么什么大康？什么什么什么康啊？刘子，谢谢你，直接挡刀，这样这样，谢谢你。哦，我完全被洗得好白哦，对吗？哎呀，拜托，我一直都是这种角色啦，整个不怕被盾牌型角色。天哪，污水翔哎，污水翔，处理翔嘛，污水翔是污水对，污水翔不懂啊。污水处理翔，污水翔，听起来真的好像古惑仔里面会有人，这个绝对被想不起吧？污水翔，红龙湾是我的吧？他们就是管污水处理厂的人，到他的地水。边边的那里，好，我们这边写什么漫才的精髓是什么？是什么什么什么？是你们有一个游戏叫这个名字吗？没有啊，不是，这是访问吧？这是访问，多累啊！现在我第一次听到有主持人问说，这是什么意思？我以为是吗？我以为你们的单元是好，接下来是我们的下一个单元，漫才的精髓是什么？我以为是这样啊。绝对是，这节目绝对是。不一定吧，试试看吧。我想说，你们是一些失败的范例吗？没有，绝对不是。观众就会
下，我就来看看漫才精髓是什么。怎么会有这种题啊？绝对不是这个。哎呦，哦，人家好酸。他是说以下问题呈现顺序是提问、示范跟是否有不要连舞台只是念出来，括号居然没念啊！所以是真的想问你们漫才的，你们觉得漫才的精髓是什么啦？在这个大好大项目下面问了这一题啊？对啊，嗯，漫才其实我们这次做的是游戏嘛，我们这次做的是游戏，对对对。但过去如果硬是要问漫才哦，就是两个人说话好好笑，你知道。Okay. 好，那我们接到下一个好了，继续讲。哇，真的吗？哦，这个节目要进入无聊桥段了。不会啦，不会啦，这个要进来了、就是。就是这题比较难仿一点而已。其实因为我们很快速的说，就我们也常以前在初学的时候就会觉得、哦、啊，有什么一定要有什么要什么，但后来发现其实当然我们没有，大部分知道的漫才我们都知道有装傻吐槽嘛。对。但其实你看现在漫才。装傻，对，他甚至是只是，而且他们的 talk 的punch 的密度也没有那么高，也是有一种风格的，所以其实大家已经慢慢走出不同的面向，但终究目的就是两个人在那边要让大家觉得就是开心、有趣、有设计感，然后很新鲜。那你问传统的类别，你当然就会觉得啊，比较看得出来说哦，他们的特点是什么？好比说有的是热烈聊天系的漫才。那有些人是爆裂吐槽型的，对，也有生气的，对，生气的，也有很诡辩式的装傻的，逻辑系的，也有完全没有逻辑，就是一说奇怪的话的，也有一起跳舞的。对，这其实我们就从30年代的日本漫才历史来看，好久啊，好久啊，没关系啊，没关系。我跟光讲一下，就是一九可以啦，就是好笑就好笑，你们自己写。那个时候还世界，差不多话，差不多话，没有人想着下课。你们是有本厚书叫《漫才的历史》，是不是？跟艺术的历史本35页哈，来，好麻烦哦。好好的，我觉得什么设计桥段什么干嘛也，那也很难，就是直接跟大家讲，对不对？你们啊，我自己问一个好了，你会推荐？就比如说有人说啊，他也好想跟他，比如说同班同学，就是表演漫才这样子的。第一步，或者是有些人会提供那种，就是啊，如果我在之前就知道这些点的话，可能会比较方便。有没有这种吗？还是你觉得没有就写啊？这是很有趣的问题，是因为我们真的，因为我们有在漫才 open mic 嘛，就是23 comedy 那边，然后每2周一次的漫才 open mic 晚上，礼拜天晚上，其实有很多新人都遇到这个问题，啊，就是他们其实觉得就是，哎，我要怎么找搭档啊？对。哦，他们新人是连搭档都没有那么喜欢，对，有些是他我想做看漫才，但是我没有搭档这样，哦，因为他不是单口 stand up 那种，我一个人写好笑话，我上去准备好，对，两个人的丢接也要在，是哈，而且就说出来就是同频道也很重要，要不然我喜欢笑话我跟你组，然后不同频道哇，真的，对，所以变成很多其实比较快出现的，通常都是同学啊，朋友啊，对，然后近期的都是可能有一些课程上面认识。什么课程呢？你一直看漫才的这种工作，你不要一直舔舌。没有，我就是在水时间嘛，你讲你的嘛。没有没有，你一直舔，我就会觉得我嘴巴干啊。哦，对啊，你们两个吵架。喝水啊！你怎么就这样躺下来？我现在是他们两个头一往上头了，是不是？好会站头了，好会展示我们的东西的功能。你总之推荐给大家啦，就是不是推荐，就是觉得说，其实如果你跟你身边有很聊得来的朋友的时候。就已经可以试试看了，第一步就已经完成了。我觉得是很关键的一步，对，就同学也好，朋友算是一个好的开始。你至少 partner 有人选，对啊，要不然你怎么弄？而且我觉得是好难，很重要是你，比如说两个人在对话，这其实是漫才最基本，就是你要怎么如何把话题两个人这样持续的进行下去。其实，在我觉得在生活当中，这其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那是漫才很基本的一个元素啦，就是你要好好听人家说话，回人家说话。嗯，不用讲像心灵鸡汤一样。我讲其实漫才搞笑，就因为两个人在舞台上面一直对话，让观众听得下去的话，对，他一定要流畅，然后一定要说到让人家听得懂。对，你要愿意聆听啊。就是聆听，好鸡汤。对，有的时候感情真的是这样子，其实是要理解。好无聊，对，其实真的就要理解。真的没有心情听，你就装作在聆听也很重要。对，好过分。你不演，你不能不演嘛。对啊，你要没有心，但你要演嘛。对啊，今天到底是什么节目？我们今天这个欢迎来到达康的这个10周年的特别计划，要解散了。哎，讲到要解散，其实要一起。要和，然后还要就是大家都一起想做这件事情，一直做，才行呢。不然有一个人就说：“哎，
不想、啊、不想讲漫才了，拜拜。真的，漫才就没办法了，你就只能找另外搭档啦。对，或做单人艺人。日本很多是这样的状况。哦，日本也很多这样子、啊。就很多，真的很多，就是他们真的做十几年，然后有的可能觉得我们还没有发展起来，那有人结婚生小孩了。那就觉得说，那我觉得自己人生已经够像一个笑话了，就算了。讲残酷一点是这样，不是啊，都结婚生结婚生小孩了，还想哭。我跟你讲，没钱的人讲这话都无所谓，你这么富有人不可以。你这是歧视哎、欸。对，没有，我说你们人生像笑话，又不是我的。我喜欢看笑话，还是歧视，更强烈的歧视。OK， 好，总之就是大家就找到。可以常常相处的人，然后平常也常常愿意聊天。请听，请听。我也很好奇你们两个，什么意思？你们两个很久啊？对啊，三十几年了。不是，不是亲戚啊。对，但亲戚我们也没有跟亲戚可以这样啊。对，我没有跟亲戚讲漫才啊。我没有任何亲戚可以這樣。那就是你们，你们，那你家就检讨你们家族基因啊？为什么骂人啊？骂人呢、啊？骂人没钱，骂人穷，骂人结婚，还有四千种，连基因都要管，而且一直消费台哥，怎么样？是踹脚，我跳，啊，对不对？我也不知道，再来再来，不知道哎，我也不知道，污水处理。污水处理一下，没有，我觉得我们是因为我们小时候也是看这种的、啊。啊、就是，我们都有一点日中的背景，有对啊对啊，小时候也是对啊，喜欢这种节奏的、嗯，对啊，一起长大，然后只是刚好又同一个工作嘛，嗯，同一个工作领域，所以就不知不觉就建立。我跟他私底下讲话也不会这样子吐槽来吐槽去的，对啊，对啊，大家都想说啊，我们两个这样子是亲戚，平常讲话也亲戚，平常也没什么，怎么可能？对啊，人家也是说什么哇，跟六三娘死回家过年一定很好笑，嗯，怎么可能？过年老人什么都在我们这样子，打包包吃啊！哎、欸，不要吵啦！怎么可能啊？怎么可能、啊？哎、欸，来吃个鸡腿，白吃了那是菜啦！怎么可能？怎么很有可能、欸？不可能！真的吗？不，这不是节目效果吗？是有这个发展性的，你就实况没夜卖，才不会、欸。对啊，所以那个好像也就是呀，其实这个好像我们是因为共事，还不能说是亲戚的关系。我觉得工作上，我觉得就是工作，然后我们开完，我们的那个频率就会很接近啊。对，可是下班就大家都会关掉，是啊，对，大家就其实个性也不太一样，就大家都做自己的事情。我们节目上面，我们节目上面的对话大概就是一个月以上的量，就我们私下也不太讲话。对啊，我们最常，但是其实好像很多的组合也都基本上其实上都是这样子。我们两个是完全是以前还会一起烤肉或者是看电影什么，我们然后你还会偷用学校的那个什么东西嘛？对，偷睡。那个时候还没做漫才，不要讲那时候的事情。偷睡，偷偷睡在老师办公室里面，因为他没钱，他住的地方没有冷气，他偷偷去住到教授的办公室里面，然后开教授的冷气在里面睡一整个暑假，睡一整个暑假。哇！然后台风天偷偷带东西去学校烤肉，而且我们那个你是那我们那个他主修老师呢？对啊，然后主修老师进去放东西的时候还看到他还躺在里面哦，然后他不敢打扰他，让他起床，然后放好东西，然后出来了呢。蒋V呢？找我律师来，先找我律师来，什么找律师来？先叫老师过来跟对，很扯吧？帮我联络谢律师，谢政武谢律师。现在变公众人物，讲话很小心，但以前个坏事做尽，不要再拍了，好不好？三台三机啊！开什么挡啊？你挡不住的，够了没有？你没有一次挡到的，你只在摆 pose 而已。你好，那导播在不要拍了，拜托你不要拍了。导播在玩就 A， 哎、欸、那 A 还想挡啊？玩游戏狂切。我们两个讲话也是真的，后来就是整个没有话题。对啊、然后我们有共识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在台上，我们要产出这么多即兴话题，对，而且你留一点，我不知道留一点谈资，留一点谈资在台上讲好不好？对，要不然我都知道了，我怎么在台上跟你反应来反应去啊？我还是希望有一点新鲜的。你不要先爆我雷，对，所以我通常都不会知道哦，他哦，你真的去了，这样会去了，因为我们平常工作就这么忙，就这么常见面的，说真的没有什么。不太知道的事情，那种惊讶时刻已经很少了，就留给工作吧这种。而且，你越来越大，会惊艳的事情也越来越少了。对对对对啊！就觉得在过重复的生活，每天就是这样子啊。谁啊？只有这个角色在过重复的生活吧？你先这个角色，而且如果你过这种重复的过到，人家可以送你 T 恤，已经过得还不错。对啊，真的是不错。你这个人就铁粉，铁粉才有。一直看海洋纪录，开着海洋纪录片，开着实况那边播，好忙哦。是好忙的啃老金鱼，你只是念出他的标题金鱼，52赫，说你很多人看嘞、欸。
你说你的直播吗？你在看海洋直播的直播？你在念一只金鱼？布拉鱼，才看得到布拉鱼啊！金鱼啊，跟布拉鱼都看到，哪个规格摄影机啊？中间还用一样姿势这样。观众，观众，观众还一直讨论他死了吗？他死了，起来以后哇，他是不是死了？怎么两万多人这样子？什么东西？什么鬼直播？好，你们刚刚聊嘛，聊就是你们有一些这个桥段设计的桥段游戏，觉得哎、真不好玩，有没有失败难、失败难度很高，我们就来玩一个啦，有没有几个秀一下？好，我们就直接来玩一下，玩一下，搞不好难的东西我们哎呦，搞不好我们很多了啊，对不对？搞不好失败的不是这个游戏啊，是你们的组成啊。对，其实我今天还蛮抱持这样的心情的，想试验一下。你们成功的话，年夜饭就玩这个好不好？跟爸妈，对，我给阿波看，还真的直播。我们这游戏，让我们自己随便介绍一下啊，随便介绍一下。OK， 就是这个游戏，其实在玩的是，我们那次后来放弃了，然后有修正的版本做过，但是我们最早的版本其实是比较刺激。它是什么样的游戏呢？它就是我们随时现在开手机，然后直接挑新闻，然后我们挑到一个觉得蛮有趣的新闻的时候，然后我们就直接设定一个是相关人，然后其他人都记者，这个新闻的相关人，对，这个新闻关系人这样，对，可能是这个新闻里面的关系人、当事人、相关人都有可能，然后呢，其他人全部都记者啊，然后叫访问是不是？对，就是访问，所以就变成说初级哦，初级，这是初级哦，哇，初级哦。对，所以要透过因为这样的 Q&A 的过程，让有笑料的效果出来。不管是你回答假设是你回答的内容，然后以及我们怎么问问题，对。然后有时候旁边会多一个吐槽役，就是来吐槽主持人，有主持人，主持人的时候哦，有主持人，我有别的记者会吐槽，拿麦克风敲头，你干嘛？有时候记者是发球的也有可能，哎啊，对。然后其实它框架很简单，然后我们就是想说，因为。台湾很多奇怪的新闻嘛，奇怪的记者，对，奇怪记者，那我们就来看看，当这个状况搬到现场的时候会怎么样？哦，我猜这个游戏不能执行，是因为怕有人讲错话，是不是？哦，很容易，太容易了吧？而且因为台湾也很容易有很多不好讨论的新闻啊，对啊。跟你讲，今天这样结束，麦卡不要被麦卡 ban 了，我跟你讲。哇，不会啊，没人可以 ban 我们，没有人可以 ban 掉我们的节目，为什么？因为没有人在看我们的节目。因为我们节目怎么样？怎么样都不会中，好不好？工作人员不要再留言了，工作人员，回去看棒球啊！工作人员不要再留言了，好不好？因为我们 Eric 就是现在，现在就是我们老板，就是我们的心一直很平静，一直很听我，对，也不怕被 ban， 防弹五声，哇，真的超强，真的，今天都交给他们讲，就其实我们都一直在一些很危险的擦边球，但他每次看到我们都是 OK， 辛苦了，辛苦了，漂亮。六探鸟屎辛苦了，他有看吗？他有看你们节目吗？真的不知道。但我们惹出一些是非的时候，是一定有上去的。哇，好崩坏哦！好老板，好老板，好老板，很棒。好，那我随便挑一题。我刚刚看那个三立新闻了。好，我写吗？我写吗？我挑一下，我来。还要写这么认真？有一个那个。哦 ，OK。对。哦，所以你会一瞬间翻过来给观众看这样子啊？没有，他会念出来，念出来他写的。我也太厉害了吧！他说你看到了是不是？好，我知道了。还是这样晃？比如说随手滑一下，本身已经有点争议了。没有找到三立新闻，不好意思。哦，一公加修更，一公加修更啊！这已经有点争议了，这已经有点争议了，真是有点害怕。哎，好。很难呢，我有点紧张哎，这种东西很难哦，很难哦。我跟你讲，我偷偷的跟大家透露一点点，趁康在找的时候，因为我前天还是昨天去达康那边，我们做了第一次的排练，就是这一周的演出，了解一下。所以我大概玩了一些里面的游戏，我自己觉得现场看也是很惊的哦。就是昨天跟我说轻而易举啊，没有，我说打什么预防针啊？我说的金是也是很精彩的，很不走心，就是也是很容易延上的，是这种金。我们最怕就是他，看他们急中生智那个字有多炙热就对了，危险因子，到时候污水处理厂就是我了，我跟你讲，不要新闻，就不要到时候爆出来做好品。来，现在三立新闻一个小时前的新闻，我觉得这应该蛮有趣的，好不好？留一点颜面给你们，我是说不要谈到太刺激了。没有问题，没关系，我们没有啊。我们才不怕刺不刺激。不用这边啦，下面啦，这边。神，对不起，我们找一个最不会写字的人，知道吗？超不会写字，
我讲认真，我写。我写这么快，你知道，因为啊，你给六块写，六块写这么快，我来写，他写这么快，写字啊，小心小心，嗯，我已经很久不写字，真的，来我看，真的，我很讨厌写字，我也很久没写字了，给他写，他写字，我能打字就不写字，写这边就好了，我就这样，我现在连打字都很少打了，我都录音了，好过分，念经，语音输入不语音输入，哎，在吗？再聊一下，再聊一下，啊啊好。好，就是我们老板啊，对，Eric，你上次搞什么事情？他没有，我们基本上不会，我们不会刻意搞他啊，对，但是我们毕竟就是会搞到他，对，我们这节目毕竟有我在啊，对对，所以容易失言。上次是什么样的事情？偷偷讲一下，真的不知道，可能这个字真的很写，偷偷讲一下，我把麦就我这样就说，是我们不知道是什么事情，是什么事情。还是你被拍到什么？我也不知道，你去拍了什么？你流出了什么？我拍到他什么？然后你还把他试出来？不是，我们还没下班，你们干嘛？我们在居酒屋是不是啊？这什么聊天音量？哎，那个，怎么小姐还没来？不是，黑白啤在一杯，黑白啤在一杯，烦死了。郝星宇，好，你写好了。好，我们先确认一件事，我们等一下接下来想要先考验我们这一题而已嘛，我们考验谁？那就没有意义了嘛，我没有意义啊，我没有意义啊，你来看演出嘛，嗯。哇，那你来看演出也看到我啊，没有意义啊，干嘛搞他啦？你还玩不到这个节目，干嘛？只有这一招，上去哦！哎，有的时候低俗的招式反而很有用哦。对，我总不能一直给一些高级的招吧？你一直都觉得其他都是高级的。你以为我会属于什么高级的招？我突然给你一个低级拍，也是一个很高级的手法吧？是不是？是不是？你平常低级的频率还蛮高的，所以他才能突然讲出高级的东西，让他哇哦这样。说的也是啦。好了，所以谁是这个新闻相关人？你是关系人。好，我是关系人，我等一下会跟你说你是谁。好 ，OK， 好，那我们都记者。好 ，OK， 来，我们要秀给大家看了吗？可以，来，好来，新闻在这边。哦，今天晚上的新闻哦，就是台湾这个地方有一个这个神坛啊，它那个里面的110,000的金牌废弃，嗯，然后庙方人员啊看到监视器就出来狂追，然后救那个金牌。那这个新闻里面，我们想要邀请到这个。关系人，关系人哦，就是这个神坛上面的这位神明哦，目击证人，对，为什么？他被偷的当下，他有什么样的心情呢？他为什么被偷，或是他有什么样的其他想法？我想要听听神明当事人的说法。神明出现了哦，显灵了，是，这个我是这个算是这个啊，仙姬岩那边的一个神明啦，仙姬岩，对对，我们是那个洞边啦。吕先生啊，叫我吕先生就好了。是，那请问你当时看到这个窃贼在偷你的金牌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想法？哦，我那个时候哈，其实哈，我第一个直觉哈是想说哈，我是看错了吗？不敢，因为没有想到有人会来到仙姬岩，敢对我们这个我们仙姬岩这边也有神龙。不是只有我洞边是，但他偷你，对，他只偷我。什么是仙姬岩？仙姬岩在仙姬岩，仙姬岩在地方，在木栅了，在木栅了，靠木栅那边了，在正大那附近。新闻记者都很肤浅，对对对，不太了解。你可以 Google Map 一下仙姬岩，中天的这。神明，我是吕洞宾，我不是鸟屎，那个关系人跟名字给我改掉。我是吕洞宾，我想请问一下，就是你这个神明吕洞宾呢，对中天有什么看法呢？太不中天了，请回答问题，请回答问题。这个我吕洞宾哈，这个我个人哈掌管的是，就基本上哈是这个有人说了哈，为什么叫仙姬岩呢？先跟大家解释一下啦。没有，我们想知道中天跟中天的事。这中天嘛，中天嘛也算是一个这个机构啊。那中天这边呢的报道哈，我们基本上呢，他管不到你吧？神明，我是吕洞宾，他管不到我，他管不到你吧？我没在看，我个人没在看。我回到这个新闻，我想请问一下，就是那你那个时候看到你110,000金牌要被偷了，对不对？其实你没有想要给他什么样的惩罚？哦，其实是这样的哈，我们这个110,000的金牌哈，其实也是由我们这个吕洞宾的这个仙姬岩庙的这个信徒啦，是，这个信徒陈先生哦，我们先不方便公开啊，陈先生，陈先生送了这金牌，陈先生。真的对，他送的这个金牌，他出钱盖的这个金牌，独资，对，所以基本上我们第一时间也是想说要想办法联络这个陈先生，了解，我们也联络上了，真的吗？来，陈先生，请问一下，请问一下你当时啊，对，听得到吗？是直播，听得到，好，不是直播啊，对。我是吕洞宾的粉丝，是我搭了一个那个万金
金牌。啊，请问那个金牌就是你的捐献出来的？对对对对，那被偷了啊。很不开心，真的很不开心。对，因为那个万金牌是我请那个万金油的原厂帮我打造出来的，这个十公尺乘十公尺的万金牌，它竟然被拿走，它有重达350公斤，我不知道怎么拿的。我们不需要知道这部分资讯。不，这把是十一万金牌，是价值11万的金牌吧？不是不是不是，不是十一万金牌，是我连署11万个人，然后筹钱筹。来的不是你的钱啊、哦！对，我们一起出啊！我出最多，我出500，500最多，我出最多了，出最多了。那请问，那为什么你会这么喜欢吕洞宾呢？哦，他那个剑很厉害。对了，他那个剑真的很厉害。您看过吕洞宾有剑啊？吕洞宾，我现在有了。对 ，OK，OK，OK。Okay, okay, okay, okay. 除了剑以外呢？你说除了他剑以外吗？没了吗？吕洞宾本人也要喜欢吧？哎，剑而已哦。哎，因为八仙，八仙的关系，它是八分之一的八仙的关系啊，不，绝对不能这样。好，第一，他变成断讯了，断讯了，哎，不好意思，哎，我们现在讯号不好哦，那真的很开心啊，访问到这个新闻的主要的当事人，对，好，那我们也谢谢陈先生，谢谢那个。断讯了，原来就是你啊，就是那个在家里看海洋纪录片的人啊，他马上就是他，看面买耳机这样点开，对，就是你啊，我是陈先生，看金鱼的纪录片的人，而且还捐给吕洞宾11万金牌，然后这两个设定真的很难合，只是喜欢他的剑。根本就是个超矮的那个剑，喜欢的偶像只喜欢他的胸部是没两样的，很肤浅，好肤浅的，因为他拿剑，我最喜欢他的宝剑。Anyway， 他是一个非常开展式的游戏，但其实也很考验即兴，太，我觉得很难的，而且因为没有终极目标嘛，对，没有终点，好，我们有时间限制，那对，我们就是抓一个时间，然后。疯狂的对话，所以他也没有一个什么胜负判定就对了，他就是在一个现实之内，没有，脑力激荡。对，那时候出发点就觉得说啊，新闻这么多奇奇怪怪的，一定有讲一些什么吧。嗯，总是看到一些发言人自己在讲，我们自己也想要讲讲看啊，这样子，蛮有趣的。如果比如说可以就跟那种观众互动，他们直接拿一个新闻上来，然后就直接开讲，哦，那个超恐怖，这种最恐怖了。他如果拿了一个真的本身就已经很有争议的议题，那个，必须说这个我讲不起，直接拿回去给他。但我的确没想到，刚刚四个人讲话，是讲话最少的那一个人讲了一句延上。我怎么办？我没有关系。不是，因为通常这个角色是我，但是我刚在扮演，所以他在救我。我就大家都短兵器、冷兵器，打一打就后面有人丢手榴弹，后面有开一台钢弹出来。什么？年代不一样啊，不一样了。好，这么一个开放，但是这个就是之后有在做一些修改之后，还是有一个变体的类似的游戏，有新闻还先选择过，然后关系也比较好发挥啦。对，因为刚那个临时的，其实真的就是还是比较发挥上比较困难一点，真的。因为我刚刚随便滑，我就滑我因为最近都是政治新闻，还有台风新闻。其实我们也玩过台风新闻，但我想说一下子对你来说太难，就非人类的。嗯，就我们直接邀请到台风，我们邀请台风，这是在瞧不起我吗？好，这是在瞧不起我台风嘛？我跟你讲，你现在谁滑的？你滑。那个说什么洗澡不锁人，锁门是不是引诱别人去看那个我都可以，那个还蛮好演的，那我就演他，然后认错说对不起，我讲错话，我叫你演莲蓬头哦，他那个什么叫做一直肚子，什么叫做没有锁门，就是引诱别人去看，唰失控，莲蓬头失控，莲蓬头失控，好适合哦，强力水压，要是是怪人的新闻就很适合，对怪人的新闻，所以我们就可以演怪人，我们也会有就是。有人的啊，有人像刚刚就介于中间，对，要不然问政治很麻烦了。对啊，对啊，对，就会牵扯到一些。对，但我们还是立场啊，有立场这种立场嘛。如果有一天台湾的喜剧可以那个幽默感，那个大家那个对啊，都认知啊，接受度，有些人觉得当然了，开到很大的玩笑也没关系，可是有些人就觉得嗯，要怎么这样子，麻烦哦。希望。开在不要那么那个了。对啦，就是希望有一天这个台湾的喜剧文化也可以稍微触碰一些
哦，你要灰色地带，触碰就会在，然后大家还是可以抓到那个分寸，然后观众也可以接受的。我觉得表演跟现实的评论分开啦，是，对，不怕啦，不怕啦。嗯，因为表演常是用现实的题材去创造嘛，对，所以它有各种有人会去挑战那个，对，因为有时候敏感的东西、触底线的东西，大家会觉得有趣、好笑，那是一个很基本的喜剧原则。但如果把它跟现实中它的这种发言和立场连结在一起的时候，其实是蛮不合理的一件事情。就像那种连续剧在演坏人，人出来就觉得说，哦，对，这个人哦，绝对坏，抢人家老婆，这样丢人家石头，这不没有道理嘛？我觉得那是一样的事情，只不过说喜剧演员他就是用自己本身的身份在舞台上说话，对，所以让人觉得说，哎，这个人怎么就这个样子？价值观偏差，但他是一种表演，文本也是创作出来的、啊，对，所以并不是这样，他就是想要获得一个效果。那不喜欢的话，那就不要看嘛。就不要看他的东西、啊、你不喜欢他的创作那是那一回事、嗯、但是我觉得带到他本人的身上就不太好了。但你回家你还是会那样看电视哦？哦，会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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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他根本没有在扮演、啊、他就是他对他就是他陈先生嘛，对，去厕所，嗯，好高级啊，好高级啊，那椅子该不会是在教授的房间里面搞了半天这所有事情都发生在那个依然在那边开冷气OK， 好，那今天呢就是感谢达康，对不？对，然后观众提醒再提醒大家一下，对，我们在字卡上就大家看一下，对，马上就要演出了，是的，就是这一次这个 PlayStation， 哎，阿兹玛雷，千人玩家大封测，然后就是在这个 ZEP New Taipei， 6月3号、6月4号都有啊，一个在晚上，一个下午，然后有达康、漫才少爷、菜罐、双头、哈姆。然后6月3号呢是豪平，6月4号有鸟屎，然后呢大家去 OpenTix 就可以看到他们的购票资讯喽。是的，哎，好，谢谢，没错没错，好，那就是今天就感谢两位了，谢谢，祝福你们那个演出顺利啦，然后呢大家是回应都超好，然后呢评价很高，然后继续做下去，希望接下来有一天可以那个 PlayStation 全体都来。哦，对，其实好像有机会。那台哥，那这样子，我们两个那集应该可以先不用。对，没有，是台哥要再大一点。台哥也要，台哥也要。那你们可能要问他们要不要，因为对我们这边是可以发你们，他们我不知道对。那我就一只手指，然后换一个。这样，那你要最后还是要一只手指，除了这样。虽然说一只只能半只而已，人家半只的感觉啊。啊，谢谢大家，谢谢。啊，祝你们这个演出顺利。谢谢。这边有这个达康的相关的。社群大家可以追随他们的 Instagram、Facebook 还有 YouTube 频道。OK， 好，那我们这趴就到这边啦，我们休息5分钟，等一下回来。